You give me jelly boxes!千多日元年3月22日2号，那个逃兵已经死了。我们需要一名向导。你没有第二个选择。我是地球联合防卫军中国驻荣战略小队指挥官高任。我看你们这身装备挺专业的。 这逃兵的水平不怎么行啊！我是个向导，又不是炮灰。首长，那你好歹给我个装备啊！该叫狗子们起床了。狗子们，起来了！战胜一切艰辛困难，达到目标才是我们中国的命运。只要我们还在战斗，就没有人是逃兵。 还记得我们中国防卫兵的征兵口号吗？地球兴亡，匹夫有责。